没有。要不要？可以有一些悬疑的部分，但是不要说什么什么救赎呀、啊，什么找到那些这种感觉太深刻了，我觉得有点没必要。我想直接在现场化妆，就不是我的意思是，比如说在手上画黑色，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在现场直接刚开始的时候上来的时候是没有的，然后可能一个光，然后我直接现场画，就是它有一个对现场的一个妆容。比如说这就现场可能一道杠或者是之类的，就现场吧。那我觉得是某一趴，不是刚开始。我觉得可以某个趴设计一下。还是进去混，我们走。饿了。真香！哎呀，真香！其实我就不用变了，接着放嘛，就一直放的，或者是就黑掉。配得跟飞剑老师在。嗨，他要让你跟飞剑老师。对，得沟通好，这个很细节。其实我觉得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接下来是最后一首歌，但是在唱最后一首歌的之前，我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一声。嘿，棒棒，又回他一个人。我们就出其不意，就是说啊，大家今天就是很开心的，比如说，嘿。这个时候我们全员都没有上来，就空的。DJ， 升降起。以那个老虎的采样，回头再找一找更真实一点的。OK。三遍副歌，前奏，然后副歌，然后后面是 verse 一样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可能中间会删减大概几个小节的 verse 有点长，对，有点拖沓。不对吧？那个是 solo 吗？对吧？对吧？是 solo 吧？对，我是剪掉了。对，是因为这一趴，我当时的妆是化的很，会化很重的妆，那这首歌就不合适了。不合适，还是很好的。录音准备，喂，咱们。其实我还有个想法，就是这因为这首歌是演唱会倒数第二趴的倒数第二首，然后其实我想说在这首歌之前我不介绍有嘉宾出来，第一段副歌结束，然后后面整段主歌都你来唱，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出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从这里开始。或者是第二段副歌开始，你就可以进。你不是说一个词儿都不改吗？对，你不是说一个词儿都不改吗？我什么时候说？我还说了，我说他们一个词儿都不改，他跟我说我保证不改词，我保证也不敢起。你怎么跟他唱？我唱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但他跟我确认说一个词儿都不改，我昨天晚上练到三点，我就不得已。你怎么我终于给他唱明白了，然后你给我改词儿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改他原本的词，我要改的话，我一定是用他原本的字儿去拼出来一句。对，这一句都可以，然后后面可能稍微精简一下，因为太快了。如果是按原来的话，真的太快了。今天可以做一个种墨西哥的直播，挺帅。
不是说要白吗？我觉得这个还行，对，还修剪版版型得对，是不是有点我发私信过于那个了，有点不够，有点稳，这个就沉稳了，这个更不沉稳，上眼还是这样，哎呀妈呀！北京还有北京的去玩吗？北京不玩，这有点单薄了，没有那个黑色的好看。阿碧，我们三分钟之内还要考虑到换衣，五分钟，五分钟。默默哥，我们得设定好我们这个换衣服的这个点，包括这一套换成这一套的时候，第三套的时候也是要设定。第二套其实那个粉色的上衣是在舞台上穿，对，我自己穿，我只要换一件这个就好了。对，干啥？我要明天2:30出发啊！好啊。他已经听不见了。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。不是，上上上。